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用。身体挡不住渴望你的心，谈何容易，从此分离，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阵寒，痒到天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对我是一种太阳鬼的痛。我一腔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落空。容易，从此分离，赤裸裸沸腾的思绪一阵的凉到天明，相思无用，相思无用。一腔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用，哦，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相思无用，对我是一种太阳鬼的痛。我一腔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相思无用，相思无用，难为我自己，却恨不能重逢。你走的走的无影踪，我每个念头都走空。我觉得以前呢，就是我不知道是歌唱习惯还是怎么样，就是现在听起来就觉得他们在雕那个声音的时候，会有那个啊，你要唱得很圆哦，圆形那个感觉。对对对，然后要很有那个腔的感觉。0223639955，2:12，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有一点。星期三，今天呢也是我们的飞碟有一点的封关现场。星期三是我们的告解式的时间，也是我们
鼠牛虎兔兔年最后一次的告解式啦。最近你有什么做了不好的事情，做错的事情想要告解的，欢迎你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2365 236399555，打电话进来不用说你是谁，是匿名的告解。嗨，你好。你好，我是新北老谭琼。哎呦，马里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您现在应该也是在忙碌的打扫中吧？对对对，最后一场，最后一场 要准备回花莲。哦，是是是啊，我想要告解嘛，这个时间应该是告解。是，那我想对我爸之前说过不好的话，感觉我很抱歉。那事情就是在十年前我爸心梗，然后五年前那个心梗是心肌梗塞吗？心肌梗塞，对对对。然后五年前是那个中风，小中风。然后我妈在照顾他的期间，就不断重复着他之前照顾我我爷爷的事情。那就是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我们老家住在那个，不知道你们知道建英大桥在哪里？不知道，在花莲凤林一个乡下就对了。好，我们就住在那个桥边的山脚下。那我爷爷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膀胱癌还是摄护腺癌之类的啊，他就汇集记忆，觉得自己知道一些草药，就在那边用民俗疗法，又拖着拖着就搞到挂掉，那个久病在床，没挂，就是久病在床。那他就觉得这样子拖下去对后代子孙不好，所以他就想要自我了结。因为我爸我们家务农，所以他就拿了床边的那个农药就一饮而尽。天哪！我妈听到就觉得，我妈就觉得，为什么我爷爷房里一直出现呕吐啊那些怪声音？然后就冲进去，然后就闻到很浓的农药味。就因为我们家是客家人，就是说你立马改，你立马改，你做马改喽！然后就开始爆哭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民国七十几年，那个路烂烂的，叫救护车也不去。很久才会到，对对对对对。那我爸又还在务农，所以我妈就是先去找到我爸，然后再想办法把我爷爷送去就医。这样就你想起来就是会耗很久嘛。对，那就进医院就洗胃啊，做那些事情。但后来也没什么，就都也没事。哇，爷爷其实很强所以那个呕吐可能是他一入口就觉得。那要拍的，就是应该身体自然的反应啊，对啊，对对对对，那后来就有拿那个农药给那个，就是一并送去医院嘛，就去检查，也没有什么副作用，然后医生就看，那个农药过期了，所以喝了怎样副作用都没有，哇，这也蛮妙的，对对对，然后。就是我爸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就是我爸心梗，然后又脑中风后，就常常就是想一些负面的念头，说啊，我要是真的瘫了在床上，然后我就农药一喝就走了这样子，我就会讲说，那你要确定有没有过期耶。哇，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思维啊。老残穷就是您以后可不要再说农药了，您已经离开了务农，您现在是一个家事工作员，您手边可得的是清洁剂，要与日俱进这样子。我爸那时候在讲说可能是古时候那些功法不好，所以农药很天然吧，所以过期了就立刻失效，喝了只是觉得难喝，其实也不会出事。其实应该多少会有影响吧？不是，我没有我觉得其实应该我们现在要想办法去找到那批农药，我们应该要用那些东西吧，这样我们天然一点的。对啊，我们吃的东西可能都比较健康，这样子，不会伤人体。不是吧？重点是要远离农药吧？不，去拒绝毒品。
爱惜生命。重点是这个，是是是是，没错没错。好，以上感谢你跟我们分享，谢谢，是，谢谢，拜拜，拜拜，新年快乐啊！哦，所以还是生病了以后要看医生啊，趁现在我们还有医生可以看的时候，嗯，因为最近可能又在看有一些医学生或是可能刚进去实习的医生或是住院医生，他们就会发现说，天啊，台湾医生怎么这么辛苦，怎么这么累，太难过了。然后你再看一下比如说医生 KOL， 譬如说苍兰哥，然后他就说啊，这个医学环境啊，只要这个健保没有倒的话，你可以确定这个行业他们的薪水就是会一直被限制在那边，嗯，其他薪水会跟着通货膨胀一起涨，可是医生不会，然后这个环境就越糟，所以就看了以后就还是再次感佩台湾的医护人员，尤其还在大医院服务的这些医生们，谢谢你们，谢谢。这是说了谢谢反而才亏欠的情感，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不多，足够我在这年代奔波，足够我生活，年少的轻狂不能用来挥霍，也曾像朋友一样和我诉说，哦，爸爸妈妈总说经历的坎坷是度过青春的快乐，这时候这个季节又想起了这首歌，小的房，冬暖夏凉的那间放着我的床，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恩重如山，听起来不自然，回头去看，这是是我得罪谁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的吗？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商店，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带把伞，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No no no。最近你有找人麻烦吗？现在是你年后最后的告解时间啦！2:27，0223639955，23639955，匿名的周三告解室，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嗨嗨，你好啊，马克玛丽好，我有罪，你的罪是，我们公司现在很缺人，嗯，但是我要离职了，哦，对。那你离职以后，你要去一样要去相同产业的公司吗？不同，就是因为有一个朋友启发我，嗯嗯嗯，他说你现在工作时数这么长，那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嗯嗯嗯，我说大概就4-5万，嗯嗯嗯，他说那你一样的工作时数，为什么不去做职业驾驶？我说收入会比较好嘛，他说收入可以到3倍呢。我真的还假的？他说真的。职业驾驶？你说公车司机啊？啊，不是不是，比如说。多元啊 ，Uber 啊，小黄机场接送，包括旅游啊，这种。哦哦。对，然后我去问我其他做职业驾驶的朋友，嗯，他们说真的，就是勤劳一点，就是一天可能10几个小时的话，嗯，一个月收入10几万是没有问题，但是相对的花费也会比较多。嗯嗯嗯嗯。对，比如说油资啊，什么停车啊，罚单什么，破掉什么，嗯嗯嗯，花费也会比较多。嗯。所以你想要试试看。我想试试看、哦、因为其实我蛮喜欢开车骑车这样兜风的、嗯、对、嗯嗯嗯、祝福你，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对啊，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因为世界上有喜欢开车的人吗？我，对啊，喜欢开车的人去做把这件事情当工作，我就觉得你就是在实现，你就在做你喜欢的事情啊、嗯、很赞、欸、他们都是补助，我喜欢开车不喜欢塞车啊、当然，所以你就要，那你就要选跑晚班嘛，就是要跑时间跟人家相反的，对对对对、嗯、或者是因为在台北开车或在台湾开车，有时候可能还是路况问题，或是譬如说开到新北市，那个有时候要上桥，有时候要走左线右线，那个很容易搞错，那个就你说或者下那个环，你要怎么下去，拐去哪，那个很麻烦、啊、那个我觉得我想到那边，我头脑就打结了。应该是说之前要进西门町的时候，那个环很复杂吧？还有好几个啊，什么板桥去中和那个啊，然后你会在那边出不来哎、欸， oh, 你会在新北市一直绕来绕去，回不来台北市哎、欸。然后就是哈，那个 Google 时间瞬间变2倍，为什么？对啊，然后如果你那个时候是职业驾驶的时候，你会对后面乘客很抱歉。嗯，所以可能当然就是路一定要开熟才行了。嗯嗯，因为有时候导航。会来不及的。属于你。
周三告解室的时间，也是龙年之前兔年最后的告解室。嗨嗨，你好啊！你好，你有醉吗？我有醉。你的醉是上星期的时候，我在公司发 Instagram 的时候，然后同事看到我，他就问我说：“这是你的 IG 吗？我可以加你吗？”然后就跟我同事说：“我没有 Instagram。”你没有什么？我没有 IG。那他看到的到底是什么？是我在滑 IG 没错啊，只是因为我不想要让同事加，我是觉得同事就是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认识。对。然后我同事说：“哦，好吧。”然后可是我还是他离开之后，我还是继续滑，然后他还是有看到。所以就是很标准的睁眼说瞎话。因为我是觉得同事就是同事，不要当成朋友会比较好。然后我同事就默默的看着，对，就那边滑。然后他说：“可是你，他事后他隔一天，然后我说：可是你昨天不是在滑那个 Reels 吗？”我说：“我没有，我说我没有，那个是 YouTube 的。”你是不是当他是笨蛋？对啊，看那个应该看得出来吧？你何不就直接跟他讲说：“啊，算了，你直接讲也是一样伤人啊，都一样。对”对啊，而且就是大家真的是就觉得就是当同事就好，真的是连朋友都不要。有时候在讲坏话的时候，他会被发现。哦，但他想要加，你有觉得他想跟你变亲近吗？我觉得他有，因为他我们是少数年纪比较相仿的同事。对，因为我是在算夕阳产业的工作，所以同事都比较偏年长。那平常工作的时候就会常常跟你聊天讲话吗？他有时候会试图想要跟我聊天，但是我会觉得他很难聊。频率不对，我个人已经觉得我已经算好聊的了，但是他真的是会为了想要聊天跟我硬聊尬聊。男生女生啊？男生。是哦。尬聊是问什么？现在天气怎么样？这种尬聊。对，他就问我说：“你最近有看什么剧啊？你最近有没有听那个什么某某韩团出的新歌啊？”对啊，就是硬找话题跟我聊韩团。对，因为其他同事真的是年纪都至少大我们15-20岁以上，我们是少极少数，可能是30以下的，对。然后等于他，然后而且他一直也有聊天说，什么他私底下有没有什么朋友啊？同学也都没有联络，他很需要交新朋友。我是完全不想跟他交集，只能说抱歉了。好的，对的，所以说我有时候骗了同事，明显睁眼说瞎话。但守好自己的界限还是比较重要的。对，好，祝马克玛丽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感谢你的告解，拜拜。现在韩团变我的关键字。为什么？以前可能聊天是，你有听阿妹最新的歌吗？你有听九令最新的歌吗？你有听韩团，然后你的雷达就会响起来。韩团，一个年轻男子问我有没有听韩团，想去 dancing 吗？Yeah。有时候姑且对爱情，有时候将就，抽离后回神又是个深秋。有时这真的无关公不公平，有时这一切不是忠不忠心，这就是个小秘密，藏在心里的小秘密，进入你心里还要穿越一个迷宫，有大部分的人留在迷宫入口，所以你没提起但也没味道，对你而言存在对别人没味道，他们不会察觉你难过，因为他有时身边是谁事实上也没差，现在谁陪他想与你挂心，有时因为害怕又知多大听，怕想到他在别人怀中你没得抱，或许执着只是因为从没得到，这是秘密，被困在你的身边，看得见也按住手机，你却没发现你这世界留给我太多想象空间，多想对号入座走进你的状态，你的文字是描述经过还是一瞬间，你的照片在我眼里都是眼神画面，几次点开是从不敢见一个字，
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有没有没有办法跟人说的秘密呢？0223639955，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蛋宝跟拉拉徐佳莹的《嘘》。23639955，嗨嗨，你好啊 ！Hello， 你好，我有错。你的错是？我的错是因为我公司它算是日商，然后就是我们过完年之后，日本人就是那些大官会飞过来台湾看我们那个就是店家，然后店家哦，店家。对对对，就是看我们的店，然后就是因为我不小心抽到去美国的机票，所以我的同事要帮我就是去做这些事情。嗯，对啊，然后真的对同事们很不好意思。哦，对啊，因为我原本休一个礼拜的连假，然后因为刚好去美国，然后又可以多休一个礼拜。对啊，好的。幸运儿，幸运儿就是你，2024最幸运的人。谢谢。哎哎，三月还有马克啊。三月还有哦，冰室，我已经登录了，告诉大家，我登录 7-Eleven， 登录全家，我要玛莎拉蒂加冰室各一台。3月15嘛？三月五号。三月五号。三月五号，还是六号？还是七号？还是十五号？哎 ，Anyway， 三月份我会有两台名车，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恭喜马克，恭喜马克，谢谢。然后我先祝大家就是生意兴隆，谢谢谢谢，谢谢啦，马克玛丽再见，拜拜。Hello， 怎样？就是我有可能就是在美国的时候看有没有机会啦，就是会 call in 看看。哦，对，你想要在球场上 call in 给我们？有机会的话看那个时间点。OK， 对，谢谢啦，拜拜，拜。突然振奋了起来，人生就是要有希望。怎么每次走上冰室你就嗨起来了？要有希望活着，明明我根本不喜欢开车，而且你根本也不需要车。对对对对对。哇，难道会像演电影那样吗？就是你跟你哥说，到这个地方来，来这个地方干嘛？然后就把钥匙给他说，我送你的礼物。哦。这个是不是故意给我装什么钥匙？其实不是呢。哦、然后哔哔 biu biu， 我弟送我一台冰室。哇！一定要拍 reels 拍起来，一定要。我之前才看到一个，就是是美国吧，就是爸爸，因为他们到十五六岁拿到驾照之后，然后爸爸会送车给他们高中生，他们可以自己开车嘛。对啊，所以就是爸爸去那个，他们都会去二手车厂挑车，然后挑一台车，然后送给那个女儿，然后那台车其实就是非常非常的破旧，可是女儿非常非常喜欢，说 I like it so much， thank you daddy。
听到这首歌曲呢，可能现在很多迷韩乐的人会觉得，哈，这是什么歌？没有听过。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最新的？这其实是最新的歌，它最近是最热播、最流行、最红的《换成恋爱三》的成员呐、啊。好，就多惠以前他其实是团体成员 Bestie 里面，刚刚听到是 Love Options 爱的选择权，现在他其实在一开始这个游戏当中，他就把他的选择权时间价值都被玩光了。哼，因为他一开始就是一直对东正表示，就是对他前男友，总是会有一个对前任念念不忘的人，然后所有观众就会为他应援。有吗？你会为他应援吗？我没有，我是有时候我是看一些评论，怎么可能？然后发现好多人说好希望多惠得到幸福哦，就像是换成恋爱二、啊，大家会觉得说那个一直要钱海恩哦，对，就是海恩他很可怜、啊，希望海恩可以幸福。我觉得这样评论蛮多的耶，对，就是希望他幸福啦，对，希望他可以不要再看着前任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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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我目前才看到第七集，所以我慢慢的有感觉到多惠好像有点醒过来了。就如果参加一个节目可以让他醒过来，那也算不错。因为其实他们分开没多久，三四个月，我就觉得真的太近了，真的是会余情未了的感觉。你欲言又止，想干嘛？讲出来。没有了，没有了，因为我看到最新了，你还没啊？那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我是刚打电话进来的长辈吗？你讲一讲啊，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你要讲是不讲？不要不要不要讲啊讲啊，没话讲嘛！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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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爆雷啦！但是呢，在《换成恋爱》上面，因为是他们标榜真人实境秀嘛，然后看到了很特别的职业，就对一般人来说，哇，他曾经是出道偶像哎，但你也会觉得说，哇，现在在 Wiki 上面都会有写说这个团他们的活跃时期是几年到几年，然后能够超过两三年的真的是少之又少，然后你又要想哦。能够出道的已经是很幸运的 人中之人，对对对对，还有多少那个就像冰山系统一样，下面那个台面下有多少练习生被埋没，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前几天呢，演算法突然推给我一支，是一支算是纪录片。他说我是曾经差一点当上 BTS 的男人。就是他们一起，讲话很夸张哎。就是他们一起受训的练习生，然后最后他就没有成为 BTS 嘛。可是他们那个时候曾经是同一团的，然后整个是应该是 BBC 吗？还是我记得是一个国外媒体做的。所以在看他们访问的时候，也会觉得哇，那个现在看到曾经一起的好伙伴，然后他现在是应该好像是。政府文官吧，就是公务员这样，就是过一个很朝九晚五的生活，完完全全不一样。那个心里面应该蛮奇妙的。那换成恋爱到底大家看到哪？我光是想说，不是我光是想说，我们一直在讲多会是偶像这件事情，会不会已经有人觉得哦太快了，我还来不及跟张震一集两小时，我要看很久，年前很忙，我还没看到。多会偶像不是第三集？不是刚才看公开的时候，旁边有人尖叫说：“我的室友是偶像。”对啊，对啊，对啊，这也很有趣。对啊。
在 Telegram 上面呢，有人要帮太太告解，好像是我们节目不能帮人家告解。对啊。好啊，这个故事是太太为了装年轻，所以儿子第一次问他年龄的时候，太太就说18。嗯。然后小朋友就当真了嘛，所以儿子跨年以后就帮妈妈加了一岁，说妈妈你今年19岁，可爱 ，Kyo。未来呢，马克信箱有一集也是关于爱情的故事，哦，很精彩，请大家期待。哦，关于年纪的，哦，嗯，应该还没播吧？你现在讲什么，我完全没有印象。哈，就他出了一道很难的数学题目啊。嗯，我的年纪是哪个偶像？他的年纪是哪个偶像？哇，这个你印象深刻哦。那个很哇，蛮让我到现在我还记得的。哇，好的，0223639955，这是周三告解室的时间，也欢迎你呢。除了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钟到3点钟的飞碟有一点的现场广播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听听我们的马克信箱在 Podcast 上面，或者呢，你可以听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然后上面呢也是马克信箱，然后我们今年开始做影像版的，所以欢迎你可以订阅起来，按下小铃铛，不要错过我们任何的最新消息。说到了就是骗小朋友说，哦，我还很年轻，我还18岁，我还20岁，然后就让我想到衍生的两个话题，其中一个呢是可能现在我们出门去，然后看到小朋友，然后小朋友爸爸妈妈就说来叫叔叔或叫阿姨，嗯，有些人会没有办法接受，嗯，但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样推广这件事情，就是身为一个20几岁的人被叫叔叔阿姨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跟小朋友就是5、6岁的距离，他的确应该叫你叔叔阿姨啊，不是吗？你叫一个大你10几岁的人，你的确会叫叔叔阿姨啊。可是这真的是很多人自己本身介意的事情嘛？因为我觉得这个现象也蛮妙的。有时候通常都是一群大人，然后主要爸爸妈妈说，欸，叫他叫叔叔阿姨，其实那个本人他也有时候也不会怎么样，可是旁边人可能就是好像是一个吸反应嘛，就说什么要叫姐姐啦这样子。哦，我觉得本人其实反而还好，都是旁边人说你不要叫阿姨，然后干嘛的。我听到的都是在网络上面说，怎么有人叫我叔叔，怎么有人叫我阿姨，或者是他明明年纪其实真的是叔叔阿姨了，可是只要有人叫他哥哥姐姐，然后他会很开心的发文说，嘴巴真甜，真会讲话。哦，那他其实内心就是过不去嘛。我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嘛，就你其实就是叔叔，你就是阿姨，啊。那有一种朋友是别人在叫的时候会帮腔说他已经是阿嬷，叫他阿嬷，这种人呢，like you， 什么？叫他婶婶吧。这种人你又怎么看呢？这种人我非常非常喜欢，他真棒，真好，真好。我要讲的衍生的第二个话题，我可能有点来不及了，那我们就当作是一个，不会是年后要讲吧？过年的悬念吧？太久，你自己不可能记得的。为什么我们叫叔叔是爸爸的兄弟，阿姨是妈妈的姐妹，为什么不叫？哎，来叫姑姑，哎，来叫舅舅。哦，有点 yes。我是欧马克，我是玛丽，我们明天还是会见的啦，拜拜，祝你们有一个愉快的龙年，拜拜。